你是喜欢古早时期迷宫探索 RPG 游戏的玩家吗？那么你一定要来试试看这款 RPG 新作 Ray Gigant。这是一款主打培育、探索以及剧情的正统 RPG， 描述元神力量觉醒的少年少女们对抗外星怪物巨兽的种种经历。本游戏的战斗方式基本上是采取消耗行动点数 AP 来进行的回合制战斗，在每个回合当中，玩家可以在有限的 AP 内编辑好各角色的行动。主角一名能消耗特殊的 SBM 点数，在战斗中施展神话技能，使用这个技能之后，就会进入类似节奏游戏的模式，来积蓄招式的威力。一旦成功，一迷就会变身并施展能带来巨大伤害的连击。在战斗结束之后，会取得巨兽们的元神作为战利品。这些元神是使用在各个角色的进化树上，不同颜色的元神能够强化或解放不同的技能。特别的是，游戏中的装备和道具不是使用货币从商店中购买，而是使用特殊的元神将该技能的力量直接转化成装备来使用。例如你将物理攻击的技能点高，再将它变成装备的话，你就会获得一把物理攻击非常高的武器咯。喜欢探索和培养类 RPG 的玩家，这款 Ray Gigant 将会是你冒险的新天地哦。